老婆，过来，看着，你们都别动，小心我弄。放手，放开他。都别动，给我停好。呀哈呀呀，闹呀呀呀，哎呀！不不。奖杯，下次有这种情况应该先报警，我们会跟进调查的。谢谢警察叔叔。哎，那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电子熊猫，大概这么大，上面有个按钮，摁下去可以模拟人的声音。除了这个电子熊猫，还有丢其他东西吗？目前还没发现。警察叔叔，这个电子熊猫对我很重要，可以模拟我妈妈的声音，拜托您一定要找到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谁跟我们走一趟，做一下笔录，后面有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老师，我们能不能走了？你们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就想走了？我们没丢东西啊。不是丢东西的问题，发现有小偷应该第一时间告诉老师，由老师去通知警方，而不是应该自行解决。老师，还有你们两个都已经中学生了，还跟着他们胡闹。小鱼，同学之间切磋武艺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强身健气、修身养性才是你们真正的目的，不是让你们惹是生非、公然打架的。都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这是法人回家又要写检讨，还好我爸不在家。哎。如果我不是只顾着跟小鱼切磋，你东西也不会丢啊，对不起。小兰姐姐，其实我也有错，是我一定要看小鱼和哥哥切磋的。哎，小鱼呢？小鱼呢？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人呢？小鱼，喂，小鱼，小鱼，我们分头去找他。小鱼，小鱼。小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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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鱼是你吗？小鱼，小鱼，只是个意外而已，我们回家吧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虽然是你想跟秋楠哥哥切磋，忘了看好姐姐的书包，导致电子熊猫丢了，但我们都不会怪你。你会劝就闭嘴。小鱼，这件事情虽然你也有责任，但也不该是你一个人的责任。我是他的主人，我更应该照顾好他。所以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们该想想怎么解决才是最重要的。答应我，把姐找回来，好吗？夏
雨了，小鱼，你再不出来，我们要一起淋雨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找回来。来，二三，回家。你的手机我已经破解了，但是呢，你把它里边的资料都给删了。啊！对不起，这杜鹃密码到底是啥嘞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女儿的生日，你儿的生日，你的生日，你妈是他的生日。哎呀，你可别跟我磨叽了，程序马上就破解了，你让那边准备2亿美金吧。老板，破解了。来了，杜去密码。说就是三思而后行，既要顾及他人，也要直面自己。顾及他人，直面自己。秋南哥哥，我想明白了。据我们调查，这个案情背后涉及一股涉黑势力，我们正在搜捕中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及时跟我们保持沟通联系。你催什么催？咱们又不是不交易了，啊？这个程序呀，这破解起来太难了。不是，那主要是啊，这老板搞定了。防火墙密码，让我小弟跟你说话。说，老板，再给我们一天时间。你这个鳖孙儿啊你！好了，同学们，咱们今天的课呢，就先上到这里了。放学前呢，老师想跟大家再重申一下，无论是在上学还是在放学的路上，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上下学的路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安全。放学吧，放学。老板，搞定了，拿钱呢？96 97 98 99 100，声纹密码。俺的银奈可是有限的，手机有密码，熊猫也有密码，程序也有密码。我声纹口令到底是什么呀？张博士，打疼了呗？啊，说吧，声纹口令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。
的生日 party 今天6点开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小兰。别我的，别碰我女儿，警察一定会抓到你的，你这个畜生！